来到四姑一定要吃的，它热热的，这里真的是令我大开眼界，好香哎，很像芝麻味，我觉得好难。这个酒，这个叫什么酒？罗酒，米酒。好可怕你！来到西部呢，如果你没有吃忘不了呢，你真的会忘不了。早上好，那今天呢是 Amber 拍摄这个48小时是无攻略的第二天。那我发现到呢，西部的朋友们都非常热情，知道我来了之后呢，就跟我讲要带我去呢吃这边的道地美食到底是什么。而我这位朋友又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陈叮咚。叮咚叮咚，好久不见 ，Everybody 姨妈请好，给那下咸咯。今天我要带这个 Amber 来吃这个叫。点面糊，跟我念一遍。点面糊，哎，及格了。OK，、哦、好。这个呢，就是叫做点面糊。这间的美食呢，是古早味，应该有超过60年了。你看到这个，我们后面这个安哥有看到？安哥，安哥到现在还在里面煮。哇、wow, ！所以可想而知呢，非常的古早味。对，而且这边呢，整个地区跟地方都保留着这个很古早的这个感觉，以前的这个老街的感觉，我蛮喜欢的。是的。哎，讲下，我肚子都有一点点饿了。哎，我很饿了，我就马上带你去吃，我们走吧 ，Go。对，它这个就是非常古早味了。第一口吃下去，我就感觉很有那个家的感觉，家的感觉，就像妈妈在厨房煮出来的那一碗，是很用心的感觉。对、哦，以前我们爸爸妈妈年代，或者是阿公阿嬷的年代、他们只要到巴萨买东西，买完肯定吃完这一碗再回去，哇，已经变成习惯了。哎，很舒服哎，在吃的感觉。对，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丝屋的话呢，也要尝试这边的顶边炉。那你们要吃古早味的话呢，可以来到这个小巷，啊、对不对？老街里面，对。老街哈，这边蝴蝶公园这边的，啊，这个新源茶室顶边炉。早安，早安 ，Amber， 大家早安。天气太好了，大家。对啊，那我知道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呢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丝芜中央市场。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因为它是全马来西亚最大的室内菜市场。是的，我给你三个任务，你进去里面要找、第一个就是你一直念念的这个忘不了鱼最喜欢吃的 Engabang 果汁的油。哦，听说只有在西部可以找到。然后第二个是纸包鸡，也是丝芜仅有的，只有丝芜有的。Okay, 我不告诉你它长得怎么样。OK， 我让你继续自己找，好不好？然后第三个任务，你想找到的，你要找到就是达雅人的这个传统帽。啊、OK， 接受挑战应该不难吧？但是里面真的很大，要给时间我去逛哈。好，话不多说了，我们就进去逛一逛吧。走 ，Let's go。小时候啊，妈妈带我去菜市场的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边很凉哎，一点都不热。Did you ever really think, did you ever really feel that this was something we'd both show? Was it something we could know? 啊！怎么样？哦！我看到活鸡。哎，纸包鸭个。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是纸包鸡。对了，这个就是你跟我说的纸包鸡，就是这个。你看多不方便，你买了鸡了就走了。Oh my god！
传统到我暂时呢有吓到接受不到，对，我一直在找煮好可以吃的纸包鸡，我没想到呢原来西部的纸包鸡是这么特别的，对，所以你们来西部呢一定要买这边的纸包鸡。我终于买到了，第一个挑战做完了，就是我们师傅的这个纸包鸡。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寻找第二个挑战。Tell me now, baby, would you come my way if I was a better man? 哦，这个找到了！哇，算你厉害！你要 Anga 棒，你敢 Anga 棒？对，这就是呢，只有在西部很，只有你们有这个树，对不对？对，它是用竹筒包的，那么里面就是它的油。这里的菜市场真的很大嘞，应该是我到过最大的。然后我已经找到两个，你完成了两个任务。我觉得最后一个应该很容易吧。嗯，好，达雅帽子嘛，这一个卡哇伊的这个达雅的帽子。我大开眼界，还保持这个传统小时候是的带妈妈带我去的这种买卖东西的地方。所以你来师屋呢就是要这种大街小巷去转。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我就是在你来到老街就是要看一间店，叫做它就是卖光饼，师屋著名的光饼。哦，就这家了。哎，这是非常传统，哎，这是新鲜出炉的。哎，好香，哎，很像芝麻味。嗯，香。好贵哦。嗯哼，你刚咬下去还有那个脆脆的声音。是是是，可以叫光饼也可以叫香饼。真的很香，很好吃哎。那如果你没有机会来到西部的话呢，也要在这个中央这个菜市场对面的这些档口哦，找这家就是发饼家，买他们家的这个糕点哦，还有光饼，真的很好吃。然后在这里要谢谢老板的热情招待，太好吃了。好，传统的应该只剩下他们，没有多少家要来这边找。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很好吃。在苏埃梅拉，迈克向我介绍了当地的传承新竹湾菜市场。他还跟我说，这个菜市场是一座陪伴着他成长的菜市场。哇哦，看着这个拥有60年传承下来的人事物，我真的感受到一股融融的乡情。此外，他也带我来到了黄奶藏公园，一座为了纪念师傅的开创先锋黄奶藏所设立的纪念公园。据说他就是将师傅的华人带来的呢。在这个红红的江水上，迈克也带着我走过一座师傅人特别设计的情人桥。咦，不知道有多少情人在这里实现爱情了呢？This is i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arawak. Regarding Michael, UTS is a verified eco-friendly university. It was such a pleasure to hear that a university is designed as a green building. Wow, what a fascinating place!著名的这个酒，这个叫什么酒？酒，哇，米酒，哇，OK， 哇，很重一下哇。我觉得哈，这边很热情，一直给你喝酒，米酒。真的没有想到来到师屋还要喝这么多的酒，不过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Michael 带我和 Royal 及 Dayang 一起参加了当地一般族的传统仪式。 Michael 还说呢，这个仪式还是真当季节达雅丰收节才有的呢。好，那基本上呢，我刚刚才了解到呢，原来呢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习俗，他们会把呢每一道东西呢拿一小块呢的一部分的一些来拜拜，就是他们传统的习俗啦，放在门口，然后代表满载而归。
结束了陆地上的活动后，我和 Michael 还搭上了游艇，听说我们要前往一个由拉浪江所孕育出的特别产业，不知道是什么呢？非常期待呢。我们现在走去看我们这里养的富贵鱼啊。老板，这边养多少种鱼啊？这里种类是很多，但是主要是以巴丁鱼、富贵鱼还有白须公为主，主要是以这些为主。那其他的鱼也都其实都可以养，只是说有些鱼长得慢，我们就养的比较少。比如说呢，忘不了啊。很多人为什么没 有？我有没有忘不了呢？有啊。这个好。我跟你说，西部一定要有忘不了。我每次看到的这些鱼呢，都是在这个餐台上已经熟了的，这还是我第一次看从海里面拿出来的。Hello， 好大哎，好胖哎，好胖，好一胖哦。哎呦，我可以试下捞鱼，就在那边来，站这边，站这边比较好哎。我就捞鱼给大家吃。对，哪里吃？看你技术如何。哎，有了，有了。有了，帮忙拉，不然很重。这多少公斤？这个有四五公斤哎！我跟你说，帮你回去。好了。我每次看到你们都是在餐桌上，第一次看你在海里面，是在河里面出来。忘不了。哇，我们这一刻哈，一定是哈，这一刻一定是我永生忘不了的。对，捞忘不了，是我永生忘不了的事情。哇，小的也是，小的也是，都是。这个就是，还想跳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全马最有名的这一个忘不了。这是大跟小啊，他会跳进水。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再是呢 ，Amber 第一次来到这个养鱼的养殖场，哇，真的很棒哎！原来捞鱼的感觉这么开心，是，特别啊，这个体验。对，所以希望大家来试屋来体验这个捞鱼。结束了紧张又刺激的水上摩托车后，我和 Michael 就带着我们饥肠辘辘的心情前往岸上去享用晚餐。Amber， 今天晚上就是要带你试这个沙捞越闻名的最贵的鱼忘不了。哇，我真的非常有口福啊！我跟你说，来到西部呢，如果你没有吃忘不了呢，你真的会忘不了。对呀，这个鱼呢，什么呢？价钱忘不了，味道更是忘不了的。哇，感觉很香哎，而且他说是鱼鳞都可以一起吃的，对不对？是的。怎么样？还行吧。太有口福了。多来。哎，我听说呢 ，Three T Dead Sea Special 也是你们婆罗洲非常有名的特产之一，对不对？对呀、可以试喝一下吗？对。我朋友跟我说呢，来这里一定要喝这个。Three T Dead Sea 就是你们的三色奶茶。你喝一下什么不一样？怎么样？它的那个糖是用你们非常有名的这个 Gula Bomb。对了。也就是很像那个马六甲的 Gula Melaka，特别的香，特别好喝。我要买这个回去。你的打包送给你的西马朋友。
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夜生活。那 Amber 带大家呢来到了 DF Home 这边的环境优美，站在我隔壁这位呢就是我们的 Dado William， 也就是这里的创办人。 Dado 你好。嗨，大家好。好，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吗？如果我们来到 DF Home 一定要 order 些什么东西？当然来到 DF Home 肯定要有美酒。美酒，好， OK。好，一定要喝酒，夜生活嘛。那除了这些，你们的美食呢？当然也有我们这边的四五出名的乌麦啦，四五出名的大头虾啦，包括我们DS送的炸鸡啦，羊肉啦，沙乐啦，还有一些披萨啦，这样的东西，这样之类的。很丰富的，真的很丰富。看到呢，我肚子都饿了。那我知道呢，你们这边是一定要喝的，所以我带了几个很能喝的朋友过来。好，我有丁哥，有秦昊，来，我们一起，你来拿一杯去。还有凯莉，当然也少不了您的伊顿，来，我们一起喝哈。来，一二三，去！四十八个小时就这样子过去了，那真的开始有一点不舍得西部了。在这里呢，想要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呢，我在这四十八小时在拍摄这个西部攻略的这个节目的这个心得，真的非常 enjoy， 非常开心。那首先就是这里的天气及风景都非常美，接下来食物更不用说了，这里真的有很多很多美食，而且呢古早味呢也非常的足，再加上这里的人情味，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来到这里呢就好像呢在家一样。然后最后我发现这里虽然多元种族，但是呢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们都可以和睦共处，爱对方。我发现到呢，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到国外去，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很棒很美很好玩的地方，只是你还没有发现它而已。沙尔叶的朋友们，我希望呢我很快可以再回来，我们再见吧，拜拜。谢谢四十八小时丝芜攻略带给我美好的回忆。你好，我是 Amber Chia。Took a picture for these memories. I remembered what you said when you said you wouldn't let go of me. I don't wanna put you down this time and forget about everything.就是可以跟很非常荣幸可以跟 YB Michael 一起就是拍摄，他的人真的很 nice。那我跟他在一起完全呢，有时候会忘了他其实就是 YB， 因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 friendly。
大家都对他有一定的这个尊重跟宠爱。那我相信 YB Michael 应该是西部人民非常爱慕的一个人物。我很记得，我永远应该不会忘了西部的这个纸包鸡，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 YB Michael 还会这么幽默，会开玩笑，真的叫我去找一个不一样的纸包鸡。这次过来呢，我自己本身觉得最刺激跟最难忘的应该是 Jesky， 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玩。在这里呢，要感谢扶贫集团，就是安排这么棒的这个水上活动，然后也要感谢呢，就是带领我的这个帅哥哈，型号带着我。我觉得整个过程应该是非常，将会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那一刻。然后再加上呢，我自己发现了，原来西部拥有这么全马最大的江，可以在江上呢玩这么多的水上活动，这也是呢一个值得我们西部骄傲的一件事情。King Wu Hotel 最美的 view 是我们的，你入住在 King Wu， 你可以免费的观赏每天早上的日出，等傍晚你又可以观赏日落，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卖点。Thank you。48小时，吃无攻略。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拍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我在这里真的非常的感恩所有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都辛苦了。然后我也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让更多外面的人看到我们的师傅，然后还有就是可以祝福到师傅的人，也像上帝祝福我们一样。